十八年前，中原国突遭潜力国攻打，陶君元奉命前往边界，缉拿在逃潜人。陶君元逃大人在此，还不跪下！大人，民女真的是冤枉你。李安犯又来了，把狗洞堵上。以后我们可以靠贩卖陶大人的东西发家致富。我李安犯是个有恩必报的人。那，你不会是想以身相许吧？他这钱。 是要买我回去当媳妇儿？成交。她是我的女人，你这是在跟我求亲吗？你愿意和我成亲吗？让我以后可以陪伴你，照顾你，保护你。陶君然进潜力岛，只是为了抓住你回朝廷立功。 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？你真的在骗我？既然决定娶你，此生便用命来守护你，你再也无法守护的一生一世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 iQIYI